走步，走步，走步。意外啊，还打不过黄子恒吗？对啊，那怎么会打不过黄子恒？黄子恒最弱的。小黄今天打得好，就是你安排的。哎，犯规犯规，发球吧！哎，犯规，漂亮！犯规犯规，没有没有，黄的球，哎哎呦，哎呦，受伤了！哇，别别别别，戳到手了！哇，手腕估计手腕撑地了，就是。等会儿，他要发球，发球，发两个球。攻擂方胜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拿走了，黄总，黄总，其实我当时的战略是，我第一个要打的就是杨鑫，其次在叶文浩的铁笼内去做休息跟调整。好球！小孩自己好好打，不看你的。漂亮！好球！守擂方胜。他跟叶文浩这个比赛结果不重要。他就是想在这个三分钟时间里保持一下自己的竞技状态，输赢无所谓，他只要是活动开了，哎，他说之后准备去迎接下一场的挑战就可以了。贺奇，咱俩不够，垃圾我扫，扫扫。对，他逼你再过他，对。好球，对。黄子恒今天星王，那抱着两万星回来了，两个。哇！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没有很得意，但真的是爽，因为
这个赛制之前的这几场比赛真的压抑我太久了，真的太久了。我的内心其实当时就出现了一段歌词，就是太多评价说我临危，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，实至名归。我唯一没想到的今天给我的惊喜就是黄子恒，我觉得他可能在进攻防守都会比较弱，但是我真的我很开心的被打脸了。这世界很酷。